大家好，我是冠冠，今天要带各位介绍一家位在宜兰罗东著名的小吃店菜根香，老板是阿姨的好朋友，里面餐点种类超级多，除了一般的面、饭、粥类之外，还有许多传统道地的小菜、热炒和宜兰的特色美食。今天是安来跳吧？好。四位。怎么点？直接喊是不是？不是，就先拿小菜好不好。就是看你有想要吃什么小菜，你就是拿。那里边有主餐，我们到底跟点。对。然后小菜可以直接拿。反正想吃什么。我都可以，我没尝，我没有特别。你要选几个你特别喜欢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宜兰特别的粉，哎，你也知道要挑这个。鱼卵是也是特别吗？鱼卵哦，好像是特还好。哦，还好，那就没关系。我好像只看到这个还有木耳。哦，木耳。对，其他你们挑吧。粉肠哦，是吗？还是什么？哎，这特别的。那你怎么木耳？阿丹，你挑，我拿这吃的。好。阿丹。哎，这个跟这个差什么？啊，做法不一样。这个呢？胆肝。胆肝。这哪一个好不好？你比较一下。对。胆肝也是猪的吗？胆肝对，都猪的。要的不一样。刚刚苦瓜你吃吗？可以啊，那就拿苦瓜。好。好，差不多了。不够再叫了，不够再可以先这样。找不到了那个人。要不要试一下这个？不知道怎么样，谢谢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好、哦，这个一个。宜兰县他都有在加，而且他当初在做这个时候，他不知道报多少家。哦，就是市场来的。哦，这个市场很多人都找他嘛。哦，然后小吃店找他进货。有可能，有时候就是研发，你成功有一个产品，你就可以。他只有做这个。嗯。啊，我们过年每次都跟他买了好几次。做到极致就。嗯、买了。瘦肉粥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吃。味道、啊。嗯，其实台湾小吃会强也是那个他们国民政府来台嘛，眷村文化。对。互相互相捧场。你看牛面好像是那个时候啊、比如说四川人的豆瓣酱、山东的面，然后美国那时候援助台湾的牛肉罐头。对。台湾以前不太吃牛。嗯。还有那个面食文化其实跟美国有关，然后蹦出牛肉面。然后像蚵仔煎是那种，蚵仔煎应该是福建一带，他们有类似的就是东西，所以就是台湾的那个小吃是这样演进的。总之，不论是一个人吃饭、两个人用餐，还是一群人聚餐，带朋友来宜兰玩都很适合的哦。我是冠冠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